盘子，唔对，唔是这个盘，是咧讲物件买贵了，连都给人当作是盘啊。感觉上好像是在讲盘啊这样子啊、哦。但是是安怎被讲人是盘啊？盘啊到底是为倒位来的？盘啊是咧讲念头戆呆，才会去给人骗，颠倒开大条的人。教育部的书店是写盘啊。唔过，毛人认为是盼啊，像讲这件衫，豆饼的这个空就是盼啊，正饼这个长长的就是你哇。那呢，盼啊是安怎会变作即马这个意思嘞？盼啊，就是这空，你要入来，要出去，拢在你。我阿婆都讲歪，阿婆都讲袂，都在在人骨，在人，在人胃。这位是正大传播学院名誉教授林光辉，伊对台语真有研究。咱讲盼啊，就是安尼，敢那推推载人，无甲你控制，载人吞，载人打，我就叫盼啊。盼啊，另外一个讲法是送盼，这个送是代表菲律宾的卢宋岛。譬如讲，送币就是为卢宋进口的货币。卢宋岛在1571年去给西班牙人殖民，引起做马尼拉城。为起当阵开始，卢宋变作西班牙帝国在东亚贸易的重要据点。西班牙人为路途遥远的美洲，载一船搁一船的白银来，在路上把中国的稻啊、甲油灰背落来，才搁转运去美洲。福建的生意人发现，一个赚钱的机会真香，有愈来愈侪商船载中国货去路上做生意。中国和菲律宾的贸易货物总价值，为打开始的80万披索，30年之间就成长到超过1100万披索，增加10倍以上。来做生意的福建人，有的就留在当地，正做贸易商，也是工业师傅。真侪人嘛伫鲁宋发大财。到清朝，福建总督阁改造雍正皇帝，真侪福建人住伫鲁宋，当地非常繁华，大家拢真好雅。你出去外口赚钱，回来迄个，不管你真的赚到钱，还是假的赚到钱，拢加加减减，要爱面子，会点风险。本地人就是讲，迄个鲁宋客靠钱嘛，出手嘛，甲大讲大卡大手，个人互人会爱笑，连都互人会讲，即爱攀啊，所以就讲伊是宋攀。所以讲宋攀，也是讲鲁宋古，也就是要讲即挂为鲁宋转来念头。但是大海茫茫，鲁宋唔是福建人移民的唯一选择，另外一个就是台湾。1624年，荷兰占领台湾以后，为着要生产稻啊和蔗糖，开始就福建人来台湾开垦。甲移民去鲁宋的福建贸易商无同，来台湾的福建人主要是农民。虽然当今的角色无同款，但是鲁宋和台湾同款，拢伫西方帝国的殖民之下，成为福建移民的出口。不过这两个所在的统治者并无满足，拢想讲要甲手伸过来拔树海峡。其实为1596年开始，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就讨论过几哪届，敢要占领台湾，但是一直无顺利插旗，结果就是去给荷兰人抢去，早就讲啊，丢赌的失败。为着打击荷兰人，西班牙人为鲁宋岛出发，驶过荷兰人的台湾，行东海岸，到三条角以后占领家人。这个时阵，家人甲鲁宋同款，变作西班牙殖民地的一部分。但是家人无和鲁宋斗阵伤久，西班牙人真紧就去予荷兰人赶走，过来荷兰嘛去予郑成功赶走。这个时阵，颠倒变作伫台湾的郑成功，想要占领鲁宋。1662年，郑成功派钦差前往马尼拉，交予菲律宾总督一张批，只要恁立功，我就予恁继续保持王室之地佮尊贵，那无就要放火烧了了，到时阵后悔都袂赴啊！这张批予西班牙人惊到屁屁喘，因惊郑成功地像打台湾同款，真正打过来。烦恼伫马尼拉的华人移民，敢是郑成功的内鬼？结果就发生鲁宋华人大屠杀。虽然郑成功尾啊根本都无来，但是有一挂宋叛死点异乡，无法度回去。宋叛这个词上早伫1931至32年的第一大书店出现，不过是写作宋叛。意思是无路用功呆，但是这个查甫人和宋盼有一个新的意思，也是像一部电影的标题叫《终局之战》。等一下，要袂到这，
咱先回来看1994年，迄个时阵也未选过总统的宋楚瑜，当咧参选台湾省的省长，伊的竞选对手吴祖甲宋盼讲做宋焕，讲宋楚瑜是假台湾人，挂羊头卖狗肉，咪讲伊是要出卖台湾嘛？宋盼的盼，甲写做焕卖焕，迄是音真共，啊，其实音是无正确的。不过因当作是咧解解说的时阵，有政治上的一个解说。毛网友甲宋盼写作宋焕来批评宋楚瑜离开国民党，只不过对时间咧行，这个用法嘛渐渐消失去。好啦好啦，越讲越远啊，我要来去用我的盘子讲盼啊喽。